蔡卓宜自从发生街上拥吻风波后，疑似恋情曝光，但还没得到官宣声明。此后两人多次同框互动亲密，常光明正大的同进同出。而且两人被爆出最新约会画面，只见他们在机场时先跟各自的助理走，最后才会合在一起。随后则一起到饭店里吃火锅，王大陆还亲手给女方夹菜，过程中拍拍对方的头，不回而又捏着对方的嘴巴，全程蔡卓宜也笑得合不拢嘴，双方互动相当甜蜜。最后用餐结束后，两人离开餐厅回酒店，但还是选择分开走。王大陆先进入酒店大门，蔡卓宜则紧随其后。其实，在网友眼里，这段感情已是公开的秘密，只等着两人正式认爱啦。